再给我来一坛桃花酿。师傅，你又偷酒吃了。不是我的小明儿吗？啊，来的正好。师傅今儿高兴啊，把我画本子打开，给我念一段。师傅，你喝多了。小调皮，我没喝多。我要听那个。啊，人呢？小明儿，我要听快船之反派又黑化了，人家就要听嘛。第956集，南巡挽着血明对商无言道：“作为朋友，我要给你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个风神俊朗、玉树临风、气宇轩昂、美如神奇的男人。”名叫腾血明，今天以前呢是我的徒弟，就在今天成为了我的爱人，而日后我们会结成道侣。商无言以为是腾血明这个小子一厢情愿的觊觎自己师父，难道有就算心底也有那一丝念头，但绝不会答应这种荒唐之事，却没想到。不过稍许他已是展颜一笑。在秘境中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，没想到腾道友的动作这么快啊。不过我很好奇啊，腾道友是何时发现这作天作地的男道友就是你师父的？见他的第一眼。目光真是毒辣呀，难怪不管他如何做作你都跟个傻子一样纵容。腾道友，女人有时候啊不能太惯着，不然啊他们会上天的。商无言桃花眼一勾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恢复了先前的光彩。血明道：我的女人就是用来惯的。商无言受到了三连击，魔域火焰州的女魔修们对商无言的到来表示出了极大的欢迎，商无言也好似忘了之前的伤心事儿了，转眼间就去撩妹了。只不过还顾忌着他家的小魔狐，仅限于眉目传情。南巡见他满血复活，默默地翻了个白眼儿，然后同血明御剑飞往情山。阿明，你载我吧，我懒得飞了。南巡突然跳到了血明的剑上，笑眯眯地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。血明嘴角微微一勾，突然道了一句：寻寻，抱紧了。下一瞬他便加快了御剑飞行的速度，开始了各种飞技秀，什么360度倒转、筋斗翻转、急速上翻转、连续翻滚、螺旋飞行。南巡将血明抱得死死的，一路高声尖叫，叫着叫着就变成了大笑。好好玩儿。啊，两个脑残啊，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开战机呢。两人一路峰回了青竹峰。三日过去了，商无言的事情并未从合欢派传出来，想必是顾虑白莲仙子这个见证人，合欢派不敢随便往商无言身上泼脏水，只能先将此事压下去。不过合欢派弟子上千，此事又岂是想压就能压下去的？商无言坠入魔道的消息到底还是不胫而走，连那真相也被一并传播了出去。修真界这众修士除了道一句合欢派掌门糊涂，再道一句商无言此人可惜，便没什么感慨了。既已入了魔道，便同他们是两路人，以往再如何资质斐然也与修真界无关了。倒是这合欢派因此事被众多修士诟病，正道修士从此将合欢派弟子视作比散修还不值得结交之人，连同门师兄弟都敢陷害，还是这么多弟子一起联合陷害，着实可怕，他们哪敢与这类人结交呢？另外还有小道消息传出，合欢派掌门一个心境不稳，修为从分神初期降到了出窍后期。南巡听到之后只想到一句：哼，糊
活该。寻寻，解药炼好了，我去将那小子带来，还是我将此药直接送去？南巡正坐在一边看他，血明炼制解药的全过程他都看到了，只觉得认真炼药的阿明看起来真帅。南巡笑道，当然是将小石宇带来了，好久没见我的徒孙，怪想念的。说完他秀眉一蹙，有些纠结了。阿明，等日后我们结成道侣了，你说石宇是继续叫我师祖呢，还是叫我师娘？血明闻言薄唇微微一掀。寻寻，这个问题问得极好，不如等会儿你亲口问他，你看他想叫哪个。不过我倒觉得还是师娘更动听一些。南巡横他一眼，哼，一本正经的占我便宜，脸皮真厚。薛明现在真是什么都不避着南巡了，炼丹当着他的面炼，便是此时去找陆时雨也是当着南巡的面破碎虚空，直接来个原地消失。南巡再一次见到这只有碉堡渡劫期大能修士才能做到的无上术法，惊艳之色依旧丝毫不减。阿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便是老祖夺舍重生，一切也都从头开始，不过是心境上早已通透，修炼得快一些。阿明以区区金丹期修士之身来破碎虚空，实在是厉害。血明去来很快，南巡不过是发了个小呆的功夫，血明便将陆时雨带来了。如他这般大白日的便在昆云来去自如，还顺手拐走个人，实在是猖狂。南巡看向那小时雨，才几个月不见，这英俊的小公子竟长高了不少，整个人也愈发英气了。南巡走过去就冲他脑袋上来了一下，笑骂道，好啊你，当初是不是知道你师父比我厉害，所以才那般欢喜拜他为师了？陆时雨浅笑并不否认，直道，师祖也很厉害，听说师祖已经是分神后期大能了，便是昆云掌门也不及你。哼，跟你师父一样啊，只会捡好听的说。石宇，知道师父为何带你过来？陆石宇摇了摇头，可他心底已经猜到几分，神色不禁有些激动。薛明将那药丸随手抛给他，淡淡道，去林子里寻个地方服下，离得远些。阿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解毒过程会比较痛苦，我怕寻寻看到你的模样会心疼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是嫌小美男会疼得叫出声然后吵到你呢？陆时雨十分懂事，拿了那解药便自己去竹林了。服下丹药之后，他疼得全身发抖，差点在原地打滚，但他忍住了，愣是没有喊出声音。到最后一口黑水吐出，他才大口喘气，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，解了，他体内的冰魔毒解了。陆时雨跪在两人面前，深深地行了一个大礼。时雨，多谢师父，多谢师祖。时雨啊，以后不要叫我师祖了，都把人叫老了。南巡有些心虚地道。陆时雨颔首，那日后我该如何唤您？先叫仙子姐姐，等日后需要你换称呼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哎，不要脸。拜，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听的话要订阅哟。哦，还要分享哦。下集见，么。